把衣服脱掉啊！对，把衣服脱掉，快点。好，对，对，对 ，pillow fight。好，等一下来玩一些这个 pillow fight。那 pillow fight 之后呢，把它压倒，然后没那么快射飞。火花合开。哎，我也要刷。走开，不要在电灯泡。经验丰富，就第一次啊，就把它当作是本色去拍，是第一次说本色，真的只好意思说摸你的良心，还不是你那天照到我房间，找不到，找不到良心，那天到我房间来，因为他后面，他就直接起身细皮带丢两百块给我，就走了，上面会拉那个背心的走。你只值200块，有没有经验？哇，这种你去问好了。我没办法问了，随便讲。想干啥？你想干啥？刚刚还没拍到重头戏。还没拍到重头戏，对。你感觉如何？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很紧张。那等一下那个。车老板，你说。这个来，我们拍到这边。这个，就是还没开始紧张。那你以前有没有经验？什么经验？就是拍床戏的经验啊？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什么经验？拍床戏的经验？当然没有啊，因为我第一次。他第一部戏，第一部戏，不得了，又亲亲又那个。哪个？那个吧。哪个？那个。就是中间的声音不要有。这个我还不一定 OK， 如果不行我自己去配。老板有用一些音乐或是一些，但我相信吴念轩，我怕他太失控，需要柔和的音乐来把他压下来。我也很紧张。大魔王 KO， 我都感觉到他都在丢球给我，就是都不一样的感觉。